好，各位同学午安。今天人比较多一点哦，这个后面的哈、哦，请要看手机的把手机收起来。哎，我们在这边不能够当低头族啊，你看哈，因为既然大家认同这个法理要来上课的话哦，很不简单哦。来一次两三天，那么这个时间呢，大概就把握这个时间了。有些人外靠咧上课不太一样吼，在外面你也像读起了高中、初中，还是讲读大学，但读大学修学分了吼，那跟我们这个不一样吼。啊，一套拢读一二十堂呢，但是我们这边呢，拢三日三日，用好像那个吃会的泡面吼。快速的速度啊，所以你上课时间哦，大家尽可能把握的时间哦。我们有两个要求了哈，第一，上课不要玩手机了哈；第二呢，上课不要打瞌睡了哈。因为打瞌睡型的定义哈，来这读那个华理班哈，定的不好，因为我们这边的班跟其他外面的决定不一样。以前我们台湾的历史哈被扭曲啊，啊，所以呢我们都不知道那个真相，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呢，啊，打开来，当然有些还有点疑问呢哈，所以初级班呢有一位新来他满百个疑问呢，但因为经过跟他解说之后呢，他就恍然大悟了。啊，但你们讲一句，有时候上课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情绪哦。有些法律界的物件哈，有时候你若看到国民党咧执政的时哦，他那个用出来历史和你读的哦，当中是浪费时间哦。我读几十档的册啊，到头来才知影讲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因为台湾这个地理，全世界，全世界。就是我们台湾这个历史背景，上个特殊的就对了。全世界找不到有台湾这个吼，地域变啊，改观那么复杂，现在复杂的就对了。啊，所以既然这样，大家哦，不管你是自己看网络来，还是光吼朋友、亲戚介绍、同学介绍，最起码你有这个缘分来这里所在哦，了解。我们台湾何去何从？台湾正确的国际地位是什么？你进你外国吼，报章杂志、电视看的吼，拢安那呢摸不到边呢。迄个家己对吼，他们都不知道了。我像讲即马，咱外国有拢在选总统啊，啊，总统什么？是中华民国总统啊？哎，奇怪呢。啊，中华民国是流亡过来。国际人无要承认咩啊？现在搞了高二十几个那个小朋友啊，啊无咯，乌乌的乌身的遐，后迄个国家的人口吼、哦，比阮高雄的三明区佫较少的啦，吼、哦、啊比台北的树林啦、大安区拢较少的，它还是一个国家啦，而且迄个人口呢变得较少，啊你也是一个国家，啊所以拢搞了搞这些小朋友，所以我们这个外交拢无好啦。迄咪失灵伊呢啊，跟无效。但无效别甲恁讲呢，每一当开几百个呢，遐、那個、外交官拢是伫安那呢？嗯，啊无那无迄落打小球啦，无拍麻将啦，啉红酒啦，计无通办咯，迄种无效的嘛，都没有真正的外交。人家国民党执政来的时阵吼，以外交人员大部分都无好，你台湾人一走。因为你也做外交了，你去外国哦，跟人家接触了，知道你台湾的真相，所以尽可能拢用引入了中国性的。较早咱咧讲外省个本性的，啊，这不错误了。迄不是外省个本性，是咧台湾人家中国的就对了，因为中国籍的。啊，所以一直讲咱教育，讲咱是共和，算鬼扯，咩了共和？中国的心吼，日本咱的母国拍个面貌嘛。拍个走路，会走去南京，会走去南京，会走去西安，会走去重庆。
那是怎样呢？二次大战那个捡到美国的火烧炉啊，到美国的时候，因为他日本去偷袭珍珠港啊，而且到在引起美国的时候，花费一两天的时间准备反攻过来打日本的。最后呢，在1945八月七日甲七九，两颗原子弹甲用了了后时哦，日本天皇部宣布投降袂使，各对日本的死伤偌济啦。所以就这样，一宣布投降了后时阵，整个局势就变了。二次大战以后，本来以前大部分都殖民地啊，二次大战以后呢，那个政治版图重分了，定划分了。你看在50几个国家，今麦特别200个国家，你知影无？都是二次大战以后，进来一个很大的改变呢。亚洲第一个敢打白人的，就是日本啊。所以日本的70当前的时候，它有航空母舰，也有潜水艇。但回顾今麦70当后，中国的时阵，去甲乌克兰买只爱2000万呢，啊。迄个来改造来创啥来创创来讲哇，他现在有航母啊！当年即马因开始咧制造，中国是因呐，所谓讲的强国，但中国连航空母舰都无，是咩啦强国？所以呢，迎头赶上，因即马秘密在咧制迄个航空母舰，当年是咧空拍就对了。美国的人造卫星都非常清楚，列航空母舰是对着，是对着，他非常清楚。但当然呢，啊，希望讲。中国是咧崛起哈，我伫迄边遐是咧上课，我也用的题目是中国的崛起，甲苏联、甲美国的关系。来，今天我们高级班的时阵吼，要袂上到这个课，那我是顺便提一下而已啊。因为中国这个崛起呢，对亚洲的和平有相当的关系啊。因为总是大国，啊，大家点咧厝边隔壁，啊，你啊厝边啦，拄到一个好的邻居，那不错啊。哦，对不对？你定含好嘅人做出片，但是好嘅人诶，哦，非常和蔼可亲，做人处做啥物，这样都隔壁袂歹。啊，你啊含一个呢，对一个恶霸的心吼，做出片啊，哎，你时时都受到冲击威胁，时时呢，你咧带着不安呐。因为必须来讲啊，诶，你间厝较早是阮的哦。你这个是较早阮阿公的哦，好，啊，你大讲，啊，这恁了，恁阿公，恁阿公了，战争失败挂互人伊啊，来不是来甲伊讲，三不也是甲伊讲，所以当初咧拍天下的时阵，就将含迄个毛甲将咧拍的时阵呢，迄阵啊无咧管你台湾来啊，所以大家学花脸呢，回顾一下，咱是干我战争的时阵。1894年，起码是2014了，一百几当前的时阵呐，甲午战争啊，所以他1895的隔年，哦，所以今年是甲午年2014哦，干我战争是1894哦，120年前哦，所以很奇怪的，好像历史重演一样啊。干我战争一跌当，他把台湾澎湖挂好大日本帝国皇帝耶，所以。今年的心会有什么大的变化？那你也唔知。但你也看一下，永远割给大日本帝国的时阵吼，迄阵啊，咱也含脱离迄个中国，都无什么关系的啊，因为挂好人伊啊，迄挂好人里面没有征求，咱你能脱离台湾在生命的同意呢？要挂好人，若无征求同意，讲哇，啊，你恁阿公的时阵，证书我要挂挂好人伊啊，创啥物啊？他没有啊。要挂了挂好人去，那今天回头你即马咧讲讲，即我阿公的土地，我阿公的迄落心，说得通吗？所以你讲迄阵来战争的时阵呢，台湾唔是伊本身中国领土，所以也当挂好人。但如果伊原来是领土，那就不能割了。所以现在辽东半岛那是要挂日本啊，但德国苏联就要抗议啊，奉天，遐是恁清朝起家呢？恁的起家就是表示恁的本土、恁的领土呢？恁家的迄个土地，遐袂使挂予人去啦。所以重新来呢，用抗议了是国际抗议了是，但重新佮改一个叫做《辽南条约》了，就是几千万万两的银两有无？
就是辽东半岛搁收得等于，但台湾个朋友唔是，不是他一定要割给人家，让别抗议，因为他不是去了中国，就是大清帝国的领土唔是嘛，所以等于海外拖出地啊，所以挂货人诶，人家没有意义。但从1895了，咱就脱离他们中国关系的呀。最重要，日本来占领时，老实讲，他们也非常辛苦啊。又过来时阵，迄个啥呢？中央山脉有无？丹波这边啊，占三分之一这边，根本和清朝都无关系啊。清朝无控制遮，初级班我唔知有迄个地图，我恁看无？有吼、哦。啊，你就知影，迄阵啊，咱日本伊控制是好像一个呐蚕呐，人讲贪牛啊无，迄看起来做成个贪牛啊吼，对不对？就是这样而已啊。但是呢，日本过来时哦，咱的原住民讲，你先啊别来迄落时咯，伊讲啊，清朝鬼拢挂翻，啊，我含清朝都无关系啊。啊是咧，隔壁把书叫来时咯，把阮隔壁遐，阮隔壁遮鬼拢卖伊啊，啊是拢挂好人伊啊。所以咱原住民起来抗议抗争呢，哎呀，一直啊，迄个清朝讲无，我都挂好恁啊，迄恁的代志哦。所以日本不得已，你知影无？师兄真济，到尾讲安好，无我就按照国际法来。国际法的话，我征服你啊，我就征服你，啊无变嘛，对不对？所以开始用十冬的时间哦，为南甲北的时阵哦，含迄原住民对抗。用十冬的时间，最后的1937年呢，原住民就驻安那呢投降，去能够参杀的呀。所以讲1937年呢，全台湾个皇民化呢。所以这个过程呢，这是咱作为代理台湾这大家，咱也是讲，因家原住民要对抗外来者，对各方面来讲，是不是没有道理啊？即我原来咧住个所在啊，先啦，和你日本来咧管啊，即好歹咱当初卖管的，就只讲你外来要甲通知啊，对不对？啊，即摆想想讲，好，原来就是清朝怕输人，啊，清朝咯腐败啊，腐烂啊，对不对？啊，所以怕败了，拢归要挂人去，挂人去根本就含伊无代志的，就出面隔壁归拢好人去安尼啊，所以当然不痛啊，不爽啊。不爽起来抗议抗争啊，所以日本人死伤真济呢。所以为着免统治全台湾的时阵吼，我们用十冬的时阵征服啊，最后征服的1937年全台湾的皇民化。皇民化，所以去年的时阵有无连战甲柯文哲的选举，好不准个连战咯，嘿，不说都唔敢讲诶，咱家人知影尔。讲恁家是皇民，我当然皇民啊，是安嘛？这也无唔对啊。恁前靠保证讲了实在话啊，是一般可能教育心哦，没有办法接受这呢啊。皇民有啥唔对？我的皇民咪无你讲皇民嘛？正按日本统治正五十当的时，按着大日本帝国一家臣民都当那里皇民啦。啊，那讲起因呢，啊，因是清朝皇民啦，清朝皇帝。关掉因啦，啊因那是皇民，奇怪呢，是不是呢？因说汉族的、老清族的、清朝一代啊，就金补充啊，金补充因那个因那旗啊，八旗来的，哦，因来占全中国的呀，对不对？所以迄阵啊，因那是皇民，我说大清帝国皇民嘛，啊那是大日本帝国皇民呀，有虾米了滴？所以这吼、哦，这人们收钱免公家。历史曾经给我们踩过这样子，我们被踩过，对不对？但是有这么凸显出来，和咱的新的一辈，跟阮这老一辈，大家感觉迎接新的时代、新的时代，感觉很奇怪。有一个医生哦，写起来，过了两个失败以上呢，那个时代就是那个政权啊，哈。失败了，大日本是失败，啊，中华民国那是失败迄落啊。伊虽然伫大讲奇怪，啊，伊唔知伊想法唔知变哪迄落滴个。所以我们历经，尤其是阮1940年共产那是日本人啊，但当1946
甲咱盖国的时阵哦，没有征求我们同意啊。王国那是日本籍的，当然有的年纪比我大一点，那更是日本籍。咱家年轻的拢唔是啊，但是你的是大人，那是拢是日本籍的。阿公阿妈那是日本籍的，为什么咱生出来囡仔比中国人？诶，奇怪呢？啊，牛和牛搭出来生出来牛阿囝，那变出来变马阿囝而已啊！都就这样不合理呢，违反国际法，你知影无？所以这种嘢，咱都唔知呀，稀里糊涂了。咱来用中华民国心情，应该我参加台民政府时，真哎呦，这张原来是拢湖南人多来，咱国内人娘娘，出去外口名字的呀？为什么一是美国委托的？他在1946年1月12号转播拢安改做啥呢？改做中华民国国旗哦。伊遐讲啊，讲恢复因的国籍啦，就烂啦。好，以前荷兰怎么恢复恁国旗？奇怪，咱靠恢复伊的国旗。你中华民国是1912年个诞生年年呢？哦，1912你个诞生啊？啊，阮呢？咱的祖先的心，较早日本时代已经台湾就是伫了日本的呀。你1912年较诞生年呀，你什么会有什么国籍呀？啊，那会有国籍，会有大清帝国嘛？是不是呢？你可以称说，会有的国籍，国籍是当然是中华民国国籍的人。讲啊，今嘛的日本败败，那恢复我们的国籍。咱当初是为清朝下来呢，啊不恢复大清帝国的国籍啊，对不对哦？所以这是种错误的，所以难怪是人吼。我们今年是2月28号，到美国时间是2月27了。咱家到2月28号，佮再次的第一届向美国提告。咱第一届是2006年10月24日，用228的这个数字，2月28的这个数字的228，228的，由我们秘书长代表。我们台民总告美国，我以前第一届过，那一信二信，我像以前的讲师也讲过了，我跟共鬼哈，尤其是各所这一些我们一直到高等法院，迄、那个电话呢，甲高等法院拢总加起来，可能用5点了，好，我想上课都有给你们看到，然后停止在最高法院的行哦，他讲皮，为什么呢？最高法院如果审下去判了，那是一个法，会法论哦。美国会遵守不可，那不但被违法，因为三权分立啊。所以一直那暂时，但是呢，这个咱觉得非常可惜。真欢喜来讲，美国国务院的是讨一滴哈，刚刚你写政治案件呢，政治事件。但是呢，因为咱的政治真充分了，咱讲不是这个什么，这是法理啊。法律的事件不是政治的，对不对？但国也希望讲用政治的这些呢，因为又扶持了中华民国，扶持一个中华民国，因为受管好伊伫只做管理当局啊，所以用这政治上，伊什么政治的时阵哦，政治是较现实，你知无？好，我们当来一当吼，可能开始的时候买武器啊，好对不对？哦，安尼表面讲就保护你台湾，实际上。哦，咱台湾不是客家的武器啦。表面上是这可能是安呢，买武器保护，其实是整个美国的含，你知影无？我美国的时阵哦，是含台湾有关系啦，是这个含促成中国唔敢越流半步啊，唔敢过台湾海峡半步，唔是讲你买这武器这强，阿强惊你啊。各位大家要了解这点啊，咱买武器，拢防御性，不能攻击性的，你知影无？话咧真阿强，若讲唔是咱阿表美国的时阵吼，啊真简单，你的武器是要创哪？对不对？我但海峡背过来先，对不对？恁外一人会当对抗我？尤其是长时间的时候，本来讲要武力解，要解放台湾呢，大家别想武力的时候，全世界拢反对啊。哎，已经嘛改变策略咧，用飞弹不行，我用钱弹呢、啊，用钱呀、啊，啊，然后呢，别让民心嘛。所以整个社会咧的有国民党咧执政的时阵哦，他从那边着手，着手下面呢，你国民党一点都停下，因怎样？
你若算计哦，愈算哦，因愈无咩。那靠算计的时哦，因才来走路。为什么呢？因无当培养新的那呢，迄个政治明星出来吼，迄个压倒性的，也有东山呐。迄个东山的时哦，国民党遐参加的人，就是靠东山每个算计的，当年的提钱出来。但你若民进党遐大年纪来遮在遐动的时哦，拢爱靠家己强呢，是不是？要用参会呢，互人募款呢？来讲唔到面啊，东山呢一边就几百个啊，而且无人知影到底东山偌济钱啊。为甲即阵哦，无人讲会清楚就对啦。啊，所以是啊，隐藏式的，为呢，甲偷偷移出去国外，为一个唱你国内。啊，所以原来呢，东山也无伊，就表示那呢。一只马卡吼，无卡袂行。你只马偌大只，啊你无卡就袂叮当啊。迄个东山的钱，迄个是伊卡就对啦。所以当时干来就靠安那呢，靠买票，买票了时阵呢，然后呢，我就执行，执行呢，我想办法去捞瓜去扫瓜。了后老百姓袂记住你啊，啊那算计咧，啊我搁摕钱出来，拢有咱的老百姓的钱。啊！来买咱的票，啊！咱都拢唔知呀。有基于大家呢生活上的现实啦，生活现实啦，所以我要食头路啦，爱种菜啦，啊！其实生活让过路啊。但因就知影这步啊，长时间内底无一届吼，无买票就对啦。所以当安呢，当有咱嘉港讲代表讲台南本土起来的选举阿扁的时阵呐，我会觉得讲我的台南会当回做的。做了总统了，先看要转型正义无？吼、哦，带来期待安尼啊！吼、哦，快转型正义无？但正义时呢，倒是讲我，我透过一个教授的执政啊！吼、哦，迄里一三楼办公室吼，迄个讲叫阿扁来先吼，因为伊每一届拢会召阮三盟江，吼、哦，我知这个三盟江的当首长啊，高雄吼，伊、哦、拢会来，每一届高雄一定去三盟江要拜拜啊！但迄个机会人遐济，我无机会人讲，所以动算掉了。我叫一个迄个执政哦，这个真有名教授，有机会我会讲这个人哦。迄下讲讲阿扁啊，来，你就要夹这个民意啦。夹民意的时阵哦，上帝爱把迄个动算的时哦，规个归还给咱大老百姓。而且动算是不公不义来财产你个人，讲第一老百姓怕破啊，第二呢？以后国民党的一蹶不振呐、啊，因为无东山的心，伊无当选举啊。你即个即马呢，无脚通好行啦。结果阿扁阿那讲，你知影无？恁想袂到的。伊叫咧教授甲回话讲呢，讲安内呢，啊，咱都东山掉啊吼，咱爱有北等啊。哦，即句我都永远记咧。吼、哦，迄、那个叫迄个教授甲回呢？咱就动算掉，咱也八等。我今仔有八等的时阵哦，你到哪有八等呢？因中国人哪有啥物八等滴个啊？哈？迄个尿，甲你硬要尿，硬要做呢，对不对？你也看讲，福建是今仔咧行路，咧讲话，咧创啥？你看会艰苦呗？啊，所以迄个台南，伊讲台南，但其实是选中华民国总统哦，唔是咱台南总统。所以咱足奇怪。你想你台人是为了教育，你选中华民国总统，你对中华民国有意见？但为啥你看唔叫一挂智囊团研究看嘛呢？讲奇怪呢？为啥那要选总统哦？得去招美国去抓？哎，有当得个啥派代表去？啊，无来招伊啥呢？招日本？哎，你看无要招中国啊？中国和咱有关系，你看唔招中国啊？你看中国代表个侪，遐票个侪。哎、欸，奇怪，你看无要走呀？二次大战的时候无爱苏联有关系啊，对不对？伊关东军内底硬拍过日本呢，哎、欸，为啥较无苏联，较无中国？你来回想安尼时，看怎讲？啊，迄两个国都拢无关系滴耶，就美国啊、日本哈嘛关系。所以咱选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必须要走呀。哎、欸，你把最近你有看无？国民党推出来的洪秀柱啊。哦吼！伊个七月阿光阿哩怎啊去啊？啊无无，美国派人过来讲，啊，即、這个哦七月半啊，伊怎样知？唔知迄落滴个？
所以各位人怎样呢？因为双界来的，我们为旁边来看，洪秀柱的跟我们他不是在核心里面呢。伊唔在台湾这样地位是安那，但因中国人伊就想讲那呢，未来时吼，因小说要统治咱台湾多数的时哦，就是无可能。所以呢，因安那照做安那，含因那个港做诶，港做先的遐，就中国那边，不照迄个力，继续。就统治咱台湾袂啊，所以心态用这个就造出来，你知影无？所以咱来看先哦，国民党内底话想唔敢讲，阿伟呢真可爱，直接抢出来，成个迄个高冠英黑啊，哈，伊是高贵的高贵的外省人，就小强啊，伊敢讲啊，叫敢讲的是后壁执政的人讲，嗯，比这个可爱，退休金拿好哩，想办法设到过的退休金。哎，恐吓无？不就咱大人直接食大，食大碗米的，啊，食大碗水的，该培养出来，可以加拿大做外交官。竟然利用避免啊，免咱大人抬八字，咱那免个袂价值啦。应该讲以前的高贵的外省人啊，恁家阶级的，还是咱拢企业呢？全世界最大的难民就是。蒋介石拖开这波，你知影？无当走，无当医了。美国本来想讲无有菲律宾啊，菲律宾七千几个岛，找一只岛好呀，做岛王啊，做岛主啊，啊，啊无你讲那呢，都罕见爆发的，你记无？1950年的罕见爆发的时候，救的这老蒋，你知影无？啊，这记录当哦，这个历史都安尼感觉咯，别呐，冥冥之中有。有一个地的样，咱唔知呀。哎，冥冥之中就对啦。如果知道无汉者的心咯，老蒋无发动地即台来停留啦。伊呾呢，要维护共产国家，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伊未必对美国承诺，来讲伊呾建国了，未安那呢，未去侵略其他国家。但因1949建国啊，10月7日啦，过年的时呢，1950就发生。迄个即帮北韩呐，一点个朝鲜呐，朝鲜呐哈，迄个现在抗美援朝、抗美援朝的朝鲜，比较像呢，进军为南军过来，你知道？为了38座侵过来，迄阵那时联军的马克思，嚯，你覆盖先吼，讲想讲迄个杜鲁门建功，不用援助团去啊，顶迄个阿强的掉了吼，比如讲比赛。然后在忽然告别的时候，那个引起世界大战了，这个作动，所以我们用传统呢，用传统系列型哦，各个反攻都对，搞不了，我觉得38度线都先来，但是呢，救着呢，救着老蒋来讲，因为美国时候一波及两个所在，为着的日本这个，为着台湾这个家，所以一个个美国讲啊，讲我要对付共产党哦。你要围堵共产党，那个围堵政策了，因为冷战了，二次大战冷战之后要围堵，我围堵盖有经验就对了，其实伊是走路盖有经验啦，哈，用拍下走路盖有经验嘛，爱讲我围堵共产党盖有经验嘛，所以美国一说二次大战了先哦，无时间无暇管到这大家呀，好讲好啊，啊你就当台湾这大家叫通敌。台湾家呢，所以咱台湾呢，就是命运遐那歹了。如果二次大战的时候，小强伊的攻硫磺岛了，硫磺岛了，然后硫磺岛死伤真侪哦，美军呐、啊、日本呐、啊、小强啊，要攻一道道拢系死伤了。所以，阮伫迄个去年去美国周围时，阮特别去招迄个那呢，美军伫个硫磺岛。攻占硫磺岛的时候，先讲，迄个六七个美军哦，把美国国旗安尼竖起来的时阵呐，迄个塑像，吼，我再要看，表示硫磺岛的时候哦，迄个死伤，啊，你战争非常惨烈，所以了先想过来，哎，过来可能要攻台湾了，要登陆台湾哦，但了呢，甲乌克兰、甲日本本土，战略上应该，但是那呢，很奇怪，为什么意思呢？马克思是干那呢？不要登陆台湾了，就是直接跳过台湾的时候，叫做越岛攻击啊。
本来呢叫做主导的这个岛，这个岛的鬼，他越岛攻击，飘回奥克纳瓦下去，就起码留守就对了。因为冲绳岛就跳下去，在台湾的一阵耐心哦，但是日本咱较早无国，伊就想讲好，你美军的是要登陆的时哦，那是吃亲门要等你哦，调了两师的皖东军呐、远东军呐、就最精锐部队了。日本的精锐部队调两师来台湾，就是准备要和日本吃拼。结果马加萨先吼，巧嘞，我不爱盯着这台车，我就拍起来为迄个奥克纳瓦亚去。日本公安呐，迄阵离日本的本土三百几公里尔，所以我侵杀侵王啊，就是讲我吼要该攻攻到你的门口埕来，然后呢要进军日本呐。所以。准备台湾咱这台车，甲两只美日搞来轰炸，所以各位，咱来年纪有嘛小小拢知啊？现在叫缩开了，咱少年唔知叫他们缩开什么意思啦？但是老一辈知还叫缩开了。那战争的时吼，就是安那呢？哎，嗲社会派人吼，去逃亡就对了，吼，还叫咱叫缩开啊。所以第一时阵，咱台湾干那为了缩开经验。无迄个一战吼，迄个肉搏战，吼，迄个短兵相接，迄个战干迷茫嘛，就无安尼啦。要用美日搞来轰炸，所以那迄个奥克纳瓦先生登陆，你要牺牲偌济啊？奥克纳瓦除了讲个咧轰炸以外，登陆，甲老百姓牺牲十几万人哦，但美军呢，也死一两万哦。迄个日本迄个。一个啥？一个驻军的少将哦，就搞不了七百四十三啊！伊就无要导航啊，无要导航七百四十三啊！所以日本人迄阵来时阵哦，绝对无导航啊，作势拢七百四十三，你知影？所以咱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哦，也是讲咱台湾命卡呢。如果在美国迄阵啊登陆，咱台湾就可能上来直接就美国托管。无咧，就搞联合国托管，吼、哦，等于说地位先咯。伊日本天皇，伊可能先啦，伊全部放弃了，去放弃管辖权。但这个地位吼、哦，老实讲吼、哦，带我们今天为什么七十当，就讲起来六十几当哦，靠咱的秘书长，靠我的机会先吼、哦，确实比迄个啦真正的世界的所在啦，就打破迄个精品啦。有人说的，在国民党教育里面，这些博士、教授、学者，一大堆哦，几万人的哦，这六七十人来培养那么多哦。你别说国民党的那些国民党的那些教授、学者了，但本土的教授、学者很奇怪，那是一个死角底下呢，没有突破，这个很奇怪啊。我找台民政府的时候，我感觉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的精英很多哦？他国际化做些啊？为啥迄个盲点你对？即马讲出来哦，讲破都唔值钱啊，都是不是呢？你讲我一波关呢啊？讲破唔值钱，但你想奇怪了，安尼遐简单呢？遐简单，几十单为啥人无想出来？包括李登辉做总统的时阵呢？伊老咧想啦，讲奇怪，台湾这个地位吼，干嘛怪怪呢啦？但伊咧宣誓中华民国总统啊。出门拢是空军一号啊！那出年哦，行路拢无红灯咧，一路地行拢青灯，偌顺诶，对不对？哦，做总统啦，做了真好啊，对不对？但是伊有想到哦，想讲这台湾地位怪怪啊，对不对？日本天皇放弃啊，无讲要放弃有啥人啊？无讲我可以放弃哦，带你台湾这些人，哪能无讲呢？我放弃哦，中国放弃哦，对，拢无啊，干啦放弃尔尔。当你讲伊啥放弃啊？伊要安怎？伊无管人处分啊？为虾米？美国是只占领管啊，占领国啊，占领国按照来底是呢，伊可以来底是有绝对的处分权呢、啊。所以我讲我放弃了啊，出了代志是你美国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咱打那个苗的时吼，就先咧伫抗战中，美国呢底下登陆，就是从奥克纳瓦，奥克纳瓦是1972年的时候政治解决。三亿外美金哦，佮日本啦，哦，伊话日本便宜啦，讲啊，这个战争哦，损失啦，三亿外安尼，佮有日本啦，一个政治解决，唔是华丽的解决，迄是经过那日当啊，
在1952年四月二八，君山合约签了，足足多少二十吨？所以1952到1972二十吨，不给那归还的日本了。但是港单那个时阵，因为美国没登到台湾，所以在合约上来底呢，是美国是在主要占领国。君山合约23条是要做清楚的，但是呢，大家都打一个模糊仗。包括美国也是呢，所以后一辈还是哦，伊感觉这台湾这地方怪怪啊，有叫啥呢？正十个迄个学者啦，来研究看嘛呢？结果呢，敢咱一两年1000万呢哦，敢咱四个讲有啥呢？台湾国际地位还稳定呢？敢咱讲讲国际地位，村内人你抄我，我抄你个啦。那这阿伟阿讲的，即摆咱来抄来，咱得一1000万呢。啊，法律家抄来，遐抄来呢，提应付应付，对台湾拢无解决啦。大家阿扁还是，一个比阿伟阿哥较老，你把阿伟阿叫一个学者出来研究看卖，这个台湾的前途是安怎？你阿扁也都无啊，我的大人算出来，是不是呢？要转型正义拢无做，今仔变干安尼出来，所以你若像阿伟扁，无我叫一寡只。台湾学者海外，你讲卖国内了，无海外哪把劲？海外资料较济啊，你要叫海外学者，因为咱台湾有的是钱啊。阿伟个质量1000万会当我个学者，赶快你哪会当安尼做？安尼把台湾呢何去何从？你叫这国际学者的心哦，大家互相去找资料出来，但拢无咧做。迄我讲上天的命令要做，咱的和咱的秘书长来武器吹就对了。秘书长，阮有当平时来讲啊，伊若无迄个中国啊，因迄种吼，拢专门人货币啊，拢要嫁人啊，这吼，对不对？何解在造物呢？无说连人说要嫁去哦，对不？开6、7个地啊，去学校，啊，学校先哦，伊伫台湾要做补习班，开补习班，相当有经验内行啊，去遐先就开，哦，啊，考到清大啦，考到北大啦，创啥？一百块钱很奇怪，你的私立学校那办啊也好啊，罗想办法，因阿公的钱呢？吼、哦，你那生意做得好，就目睭大拢盯在看，就要给货币啊。你那生意做了歹哦，那个负债要冲他位啊，伊就是好，所以想办法要夺你的财产，安尼想尽办法。最后秘书长唔知有叫甲恁讲无，伊是。3000多公里，走3000多天，走回来呢。老师说明在金门遐先咯，暗时啊，金门咱遐有迄个啥呢？迄个是反坦克的好无吼？迄个铁也是用刀插的啊。啊，佮去了佮地雷区呢，对不对？啊，伊来空空空空，一桶啊过来啊，一桶啊，恁知影无？一桶啊吼，因这若要处理拢一桶啊，这因的手机啊。伊若想尽办法咯。开钱叫解汤啊，再来要落来，还要帮我们要是边呐？好在有手机卡，吼、哦，因的亲戚啊，找人去了看，哇呀、啊，害不忙，我想想暗时啊是要对找人啊。你要讲讲，就这个时阵吼，伊安那里一再讲哦，伊死的这个所在做唔甘愿啊，哈，财产你用没收伊，方便侵占伊，啊，今仔有一条命，你走到台湾的时阵吼。哥哥啦，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阿弟啦，心里家老实讲，唔甘愿咯。伊主要向上天呼应哦。我某某人，给咱有机会，大家来让发生命，这个台湾的时候，我后半生被为台湾努力奋斗奉献的生命哩呀。就这样子，伫顶管的时候，一道迄个光啊，即卖想迄无东西起来。感觉是伫顶悬一道光的时阵哦，带伫华顶的人，伊看奇怪，迄个暗暝所在，迄靠一点咩光啊？因较早讲，从迄个锤，迄个所在去锤出来，你知影无？已经是奄奄一息啊！哈，就浸伫咧海里，啊，佮用迄个手巾啊，坐伫了，迄个梯啊，倒啥个啊？咧休困啊？你知无？那迄道光的时阵哦，引起要救的人。我大海茫茫，要找对伊啊，就是这么妙。所以我讲吼，有时候了，
上天没有几个人能来做这伟大代志哈，都有不同的事迹出来。我们在必须要跟讲这段流亡的这部，但这时哈，黑底暗中的心，突然间一个黑的关出来了，有一道光底的电管的照的心哦，它引起人的注意。冥冥之中就是安那呢，就是带有这种天命啦。所以当然我们不要讲神话了哦，讲神的呀。但最起码要完成大事业的人，大事业的人，绝对不是你个人会当创什么会。哎，冥冥之中上天合理有这个任务责任的心哦，你靠克服万难呐。不是我要白天，我要白天的正地。我就这样子，不是了。人在做，天在瞧。你是尽人力的呀。你上天你若无做你，你根本就无可能。所以我讲这段的时阵哦，台湾历史会重新改的时呢，就是给那些我们为什么所谓海内外这精英啊，拢无得揣出台湾的困境在哪里，才能得过且过。尤其民进党这批人，我是主持的民进党员呢。在当初荷兰现在台湾自民自决，咱也能接受啊。有联合国宪章内底有一个台湾自民主权，哦，啊，就卖啊，就早来晚来拢好啊。南南做位伫在台湾，咱以后用咱的决定看袂出来。哎，这那是符合有民主的天数，大家人欢迎的呀，对不对？但是呢，在1999年的时候呢，1999年。民进党把咱的东征来咧盖啊，盖啥？盖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哎，伊就盖呢？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咱的基督教东六教会70年代时哦，向全世界声明的，就是基督教长老赵英光呢，要把台湾追求一个怎么样呢？新而独立的国家。这基督教长老教会。迄、那个公报正式甲全世界讲，台籍的教会啊，他不是政治人物啊。但今天的先，迄、那个民进党是啥物情形改？我心里主心的动员都唔知呀。你到底啥物改？啥物提议耶？好，你也改做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咱家己好好就对了吼。但是下骹呢，叫做呐，伊的名国号叫做中华民国。哦，你想的倒端边啊！你把台湾画上等号，变成中华民国。台湾当时的时哦，老百姓受管，和你民进党讲台湾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是造罗政权呢，是鼎盛会派的，安尼造罗咱台湾，全世界无一个所在收留的呢。还会等于台湾人家收留，给咱罗基住啊，给咱倒变过来，哈、啊，去家的瓜苗公。英格兰接近的心哦，用那个就取一挂台湾人的心哦，这也言告啊。中国人叫做以夷制夷就对了。我用那两敌人，啊用鬼啊做一个头领，做个小白，做个笑嗨嗨。吴伯雄因阿伯是用那个呐，门市办更登来呢。吴伯雄因阿伯啊，是有国民党人的残杀，手状很残，用那个。迄、那个孟西曼崩登登哎，迄是阿伯哦、喔，亲阿伯哦、喔。结果做的国民党诶时咯，东主就冲上来了，吼，小白别记起，因是国民党诶啥呢？诶被害者，这就官威了了安尼啊。啊，即马功德的洪秀柱啊，无大无事了，功德老伯啦。啊，无我唔知讲因老伯后去入去内底行万烧香，阮这是吼，阮这是15当对不对吼？因老爸两年外，哈、啊，两年外，啊，两年外是个感性哦，也唔是解脱哦，迄表示思想有点问题哦。伫我那个时代啦，我们的时代啦，迄是拢无代志的对啦。你老小我含人讲啥讲呾，有三人以上哦在讨论哦，迄个作业拢5当啦，拢是5年的对啦，5年叫做无代志的。但因两年外根本哦，迄更加无代志的，你知无？两种新闻。一种就单独的，就是我咧骂啦，啊，即只乌龟啦，吼、哦，你乌龟的造路啦，啊，中华民国这造路啦，我们反攻大陆不成啦，哎，你这思想有问题啦，
那叫做感化三年啊，感化三年啊，吼、哦，伫对当呢，迄、那个新北市即嘛土城啊，遐有一个叫仁爱教育实验所，阮最后三当拢来关伫遐啦，阮最后、啊，吼、哦，因为我咧本来都判十二年呀，我看吼、哦，我本来判十二啊，啊咧成绩不错、啊，再加三年啦、啊，成绩不错那、啊，吼、哦。啊，所以恁都无机会，恁拢上一摆，啊，若无机会，通去读这个大学个。我们家呢，所以那时候李敖，那我们做第一大学的土城一大学啦，叫仁爱教育实验所。李敖，迄个时阵，拢我们做底下。所以黄秀柱的时候，我本来因爸，我拢唔捌哩，哎，无代无事吼，家己编出来吼，讲伊也是受难者的家属啦。啊，头讲二百，讲袂清楚，即嘛讲白色恐怖啦。啊、我怎么在吃白色恐怖的结果他还要参与脚呢，上次在看的时候让他们白白中国的有没有在那个政论台跟他说、欸、老爸在叫爸啊，哇哇他说要割呢，他割当然割啊，所以我是说奇怪，那个温神有没有，温神啊，那个他们做过评论的那个跟我们老爸说，为我现在以我来这做一看看，不不对啊，但是咱参加台民主，咱就无机会正在评论迄啦。但是我讲哦，因平平政论内底，个别中国啊，伊把那评论出来，讲因老爸要不要时吼，两句就叫我分析，予咱大家各位知影啦。迄阵这是无代志的，但伊的总经理被枪毙了。回想起来，当初是讲啦，内底伊糖厂，你知嘛？糖厂吼，有可能发的贪污案件。有人要办呐、啊，总经理要办呐、啊，结果有人呢就倒翻头，假讲伊是飞碟啦，什么安尼啦？迄个时代哦、喔，迄个时代呐，甲你讲到啥呢？讲到你有飞碟嫌疑吼，十个走袂去啦。迄人派运的时呢，有国民党是用啥呢？用叫做奖金制度。你若会当检举这飞碟的时哦，飞碟在你身边，吼、哦，你能检举出来的时哦，就得着奖金呐。足侪人的奖金之下哦，冤枉死的就对啦。所以说，腾讯的时阵哦，迄、那个总经理安那样拍枪，就是因为听讲有迄个贪污的去，那个倒加工飞碟啊。然后呢，就围边的人啊，围边的人来加伊啊，啊加伊人都无代志啊。拢用什么感化、感训这落落处理，啊，个会当复职。因后壁咱出来无复职啦，啊，从阮出来，什么人袂当做？阮这出来吼，也袂使做律师，也袂使来做法官，也袂使做总经理，也袂使做董事长，也袂使做老师，也袂使会计师，拢袂当。迄、那个书记也拢袂当，干那一人会当尔，李华书啦。哦，我出来拢袂当。所以可见的是喏，迄个时代，它有一个时代的背景。所以因爸的时喏，无代表伊家讲的，我都唔知影。我阿想讲，哎呦，原来都安那呢？内底有一个吼，叫做波阳，你唔知影无？波阳历史作家，伊个假名叫郭玉栋啊。本来咧写迄个文章的时阵喏，迄阵李敖因拢专门咧写文章的啊，伊有迄个座右铭呢。对的，蒋家吼，伊无要批判，伊怎解掠人个？你知影无？拢惊这个掠人个，对的。金笔中波也袂使批判呐，哎，金笔中波来掠人个呢？个第三呢，调查局呐袂使批判咯，这拢会掠人个。伊批判对象啥呢？社会啦，一寡政治人物啦，尤其遐老七啦，什么国代立委、干部遮啦，遮老七啦，这呢袂当掠人个，这呢吼，伊拢敢批判呐。吼、哦，表示咱伫现落来，对，和咱的言论自由啊，我写文章的自由啊，对不对？自由是表象啊，无你若批着老将就随你而已啊，你对不对？所以知影，袂使批评伊。但是呢，迄我讲啊，迄民族因老去坐落庙，你走袂去啊。无代无志，因某的心吼，伊伫《中华日报》吼副编呐，有一个美国的澎湃迄个吼四百多啦，伊个人英文呢？甲翻做中文啦吼，当然是就抓迄个波阳都小，伊唔敢讲是去四百度，吼，我即马先讲这个，然后说伊叫三人出来加伊就对了，吼，
迄四百多呢，第一百多讲两个爸仔囝，拢也无写啥话哦，吼，两个父子而已，也无讲啥。第一百多就讲过一个海啦，也无讲到海峡，无过一个海啊。了有一个孤岛，迄个孤岛吼，老爸坐伫椅仔遐，头前一个刀啊，伊还出一个红纸，啊，迄老爸吼用毛笔写的，写啥呢？告全国同胞书面，下加点点点，拢也无讲啥，吼、哦。即马第四百度呢，一个伊后生徛伫阿边，讲爸爸爸，啊，即、這个倒落咱两个尔，要告什么全国同胞书面？我系啊，你也想，也无写名写姓，也无写啥，干安尼呢，很单纯，因就是讲你咧想要吼蒋家父子啦，啊。哎，那别家两个，个这个多了，咱两个上多还，对不对？啊，啊，个告全国同胞，啊，这俩无总统变啦，告全国同胞书面啦，这个人家响应啊，但本人真厉害。哦，我安尼点点，恁就怎讲啥，哎，就无怪了，因就怎样讲，你是咧讲蒋家，哎呀，别来修理，总是别当用安尼讲，甲你修理一排啊，落去边啊，伊个同学，伊就叫阮高雄，干部叫一个姓孙呢。诶，警官呐、啊，保养伫大学的时候伫中国同学，然后呢，因为同学来，即马伫中国咧做高干、会干呐、啊，用这个关系来讲你含保养，你用大学内底含虾米人，拢是真好同学。所以你要过来台湾的时呢，有接受迄个同学诶师弟啊，甲你用国家咧过来台湾，要潜伏在台湾中呐，讲一大堆的时吼。安尼买来钱啊，就是买俩保养，用伊个同学的同学伫中国咧做会干、高干，啊用安尼来掠。洪秀全老爸时阵，就是因阿那呢，就成为阮高雄迄个县书呢，迄、那个监管首长呢，用伊来教保养，啊所以因老爸来教迄个总经理，就总结枪毙，保养教出来又是历史学家，所以呢就判十等啊。啊，然后呢，迄、那个家的人就感化，爱感化出嚟，佮复习。落去呢，洪秀全老爸转来佮复习啦。啊，那如果我内心咯，啷个好佮你复习？你出来要做生意啊，无钱呢？要食头路，我食两日的头路，都啊无了薪水的，就一生了吼。第三日的时候，讲顶管交代，讲你袂使用钱啦，啊，就是这么简单了。所以，我迄阵啊出来是偌艰苦呢。你包括出来咧交女朋友吼，伊咧个监控啊，诶，较早的时喏，你也想，较早无讲，也无个 B B 扣，那无行动电话，厝人间一支电话尔啦，所以甲你锁定，甲你监听，啥物人找你无，你要对创啥物话，联络拢知影，啊，咱拢唔知啊，唔知啊，咱厝里个个监控迄个电话啊，啊，我当然是住伫阮的祖厝，含兄弟住做伙啊，对不对吼？有人介绍。我一转咱出来啊，少年啦吼，迄个三十八岁呢，啊，出来时阵吼，那介绍讲好啊，来一个阮高雄七天路一个咖啡厅，吼，咱要介绍女朋友荷兰吼，啊，伊也无讲哦，这这十五当楼呢，伊也唔敢讲啦，伊讲这有多海外回来，吼吼吼，嘿，哎，啊海外回来啦，无唔对啊，哦对唔对？哎，何立迪啊幻想，你看咱海外是掠到这个。这个大哥大哎，这呢，你看怎样？但也未使便宜啊！哦，啊，所以了，安尼模模糊糊，讲有一个海外倒转来，我才讲，哎，讲那个投机啊，对不对吼？系啊，即马迄个后厝边个约会去了，唔敢出来啊啦！到尾事后透人去问讲是安奈，啊，都暗是讲，咱含讲了无投机啊，因啊赞成讲去了。原来呢，有阿爸兼被总部去甲因。因岛人讲讲吼，恁的祖囝吼，含一个国家叛乱犯啦，伫咧倒关十五单啊，约会惊一个吼，啊，惊一个拢唔敢过来往啊。哎，我哩虽然是迄时代是向人家悲哀，你知影无？吼，所以就讲这段心吼，我今天要讲的那个白色之恋呐，这个白色之恋，我当你看，这个字面上的心哦，你看。白色要黑色的，黑色的，咱直接想讲哦，哦，黑心的厂商呐，好不好？啊，怎么黑油啦？哦，那吃迄个黑心的呀，哎呦，对不对？顶心黑啦，
那恶心的啦吼，啊有啥啦，恶毒的啦，吼、哦、你拍我，你拍我，还是恶毒的啦吼、哦，白色的看不到，那白色就是政策杀人了，恶毒是讲我看你别顺眼，咱两个拍拍两个尔，吼、哦、这无啥物了的，但白色这是一个政策杀人的心了，你看无哟，而且呢，伊用家己本身违法，咱就用讲他的维持他的政法。恐怖的是安尼，你知影无？所以为啥大家讲迄个白色恐怖，你看无迄个恐怖啊？但你内心呢会恐惧啊，那你财产、你的生命、你各方面都会产生恐惧啊。吼、哦，我不是牙签给你啊，但整个一个制度合理，你袂使讲歪错哟，你袂使讲政府安怎哟，你不能说政府要反攻大陆不行哦。迄个无形中了，你整个压力，对不对？安尼时阵，迄个白色恐怖啊！这个政策你若讲外出来，阿你爱解读啊。所以这个政策，所以我讲白色，我看无自恋。这个恋呢，迄、那个乃道教里面恋仙丹有无吼？小明家咧恋的呀，这个恋啊，炼丹啊。哥咱即马吼，2006哦，个别国行吼，美国换你敢判啦呢？六十几年来，我们台湾人、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之中，连家啊，这个连啊，啊，我呢，在白色恐怖来底先哦，就是用我的性命，用我的青春，用我的肉体来炼的啦。炼到今天的时候，共和国啊，有台湾的民主自由社会，经济人是打我的警告头去的耶。今天我们牺牲了很多，前仆后继，唔惊阮出来先咯，佮一百场的去装卡，了伫咧，拢伫咧庙口啦，吼、哦，迄、那个演讲哦，他赶快做一个机会游行法，因为阮这批吼唔惊死的，阿的是要佮坐牢啊，所以要归去啊，唔爱交女朋友是安尼啊，啊，既然互人恐吓啦，你要交人也惊，啊，归去啊。时时要坐牢，所以我唔惊你四个演讲啊！一开始做一个集会游行法，这个恶法，因为恶法还是法，迄当初你讲我唔免形象，我是吼，迄个伊阿爷家出来阿在底演讲啊，对不？好，安尼无必要，关顶些集会游行法，阿家要演到即阵，那继续咧演啊！因为老实讲，以前吼，所以民进党啊，我那想讲咱是偏偏本土诶，当然是本土一进党。但迄阵啊，咱无清楚，有人讲是本土，但是伊是中华民国内底啊，就是体制内是这个线内底的游戏啊。啊，咱这个搞袂清楚呢。伫咱主持的民进党啊，进来咧选举的时阵哦，吼 A A 点的了，就要出钱去捡出蛋啦。咱解过人啊，叫什么出蛋呢？哟，迄个顶届阿英啊咧选的时阵呐，三猪小猪。我个是高价底下见，你知影无？哈、啊？总部伫阮高雄个凤山啊！我总共领高价底下见，好，还饲饲个不足准哦。结果拢上药台料的时候呢，结果是迄阵啊，我们一个叫做万年会了，非常你也唔知影。咱伫外口央哦，举办万年会了，对，1911，了就是迄、那个。2011年的12月3日啊，跟你的12嘛，啊，伊半个月就要选举嘛，他提早啊，以前都唔是啊，伊要让立委选举啊，啊，为啥立委选举啊？你立委若买票哦，立委买票连总统票煞夹的，啊，抓到的是抓到立委尔，袂当抓到总统啊，你知吼？当初伊是安尼啊，就夹买票就对啦。啊！你也就是立委含我总统都无代志啊，是安尼，所以那要敲那含立委，吼、哦、做下来算了。第阵那时呢，美国跟咱的秘书长讲，讲是蔡英文为了输80万票，啊，我现在伫外口遐，我伫台下咧听，系啊，啊，蔡英文输80万票，啊，我这八只底下九只底下，今都讲伊啊，对不对？吼、哦，我伫下骹就咧想啊。但是够有影吗？你秘书长是凭啥来讲蔡英文输80万票啊？又佫讲咱台民主有无参加选举啊？
咱就袂使算计，也袂使用算，也袂使共算呐。我咱家的人几千个卖去，其实一点点也无算啥，对不对？哎，该输啊！叫俗话怎样？美国讲叫宣布，伊那淡淡呢？一家宣布呢，唔掉心哦，这个招牌做无去啊！哎，叫伊来逃离嚟个宣布嘞。啊，真正快七十九万几千票差，他不千多票呢，这是非常正确。到这个消息来源了哈，咱啊卖关于讲这个选举里面的后面是用什么力、什么情形，看那些选票来接近呐。好，这个不是我们探讨的重点呐。咱就卖讲，在这个国民党的执政这大家是，咱就是几代人都生活在炼狱之中的心哦。你就想安那呢？如果今仔日民进党无参加选举，国民党再来走路啊？因为安那呢？咱即马出去算拢百分之拢六十几趴嘛，六十几趴。如果那民进党出去有三十趴，后手因能得三十趴我呢？我得大概50%啊，对不对？就拒绝选举的时阵哦，国民党来再来走路啊！国际的再来无要升级咪？民迄个美国早就处理啊，唔是啊，下阵阵台来参加选举啊，选有着食较大块嘞，选无着食较细块嘞。好，我在国民党好，民进见了选举但欢喜个，为啥呢？一个无款，一个板凳架人，对不对？啊个赵罗刚何乐不为啊？所以必得来转到那讲到选举的时阵欢喜呢。而军杰当年呐、啊，遐浙江诶，选举算农学祥啊，我插插一下。选到我来做工啊，选到我来做工啊，对不对？较无心要当当热衷于政治的人就欢喜啊，为阿爸母家庭啊，对不对？为着要支持伊，为了支持伊先，我两个插起哪里啊？哦，捌有人迄阵啊，迄个算盘呢？第一届时阵连战出来时咧算的呢？我的太太先哦，无代无听一个学生讲，讲我诶。迄、那个送饭的时阵，做兄弟的时吼，偌认真，偌打拼，偌好安尼。我代表伊间人讲啊，吼，讲好，这个送饭的时吼，送出去，你做迄个时吼，偌认真，偌打拼，拢下乡创啥？好，伊人听上，啊，你是哪咧替伊咧讲话啊？哈，你是爱着伊呢啊？我那去啥嘛？吼吼，哎靠，这种吼。就必然来为了这个选举的心哦，阿婆插给哪个？马上呢，各位楼顶拍个楼卡落来了。吼、哦，这真正的代志哦。伫阮高雄哦，福建新哦，两个要离婚要走咯。因太太哦，未堪得因人家公家咧从母舅因哦，咧看不好啊。阿公阿囡啦吼，讲第二家哭，小卡咧哭，无多了。叫阮迄落去排解，阮迄个是喏，讲迄个排解你看，啊，所以我想这个选举吼，还迄个家庭吼，开造成安尼，为要支持哪，为要支持这个，众多呢，啊，我当想讲奇怪呢，咱的先生大伯喏出去做生意，啊不出去吃头咯，出来为太太吼，拢伫村里咧管家，所以呢，全台湾。因迄个村里长吼，村里长啊，因弄名册，名册内底吼，因表示国民党弄资料呢做记号。我资历内底啊，我职称内底吼，对一个是拢较支持民进党的，我来做记号；对一个我西中的国民党的，拢来做记号。哎呀，徛公啊，如果叫徛公啊，其实唔是啊，叫做中间选票的呀。吼，即来只也来做记号啦。爱来想呢，嘿，这个人较好买哦，这个人较歹买哦，哦，因那个做记号。然后我这个选举可以偌济票，这个较歹买哦，收一半来甲买，啊，那较好算啦哦，唔免，迄、那个较歹流浪的哦，卖插伊就对啦，吼、哦，唔免去了遐钱啊。哎、欸，因拢是经过安尼呢，安尼算过，安尼盘算过，啊，所以咱当人做啥安尼呢？咱的红事处理咧。假头路做生意，太太的处理呢？按你说了，说一摆吼，甲太太又说了，讲啊，恁到五票，啊五票，靠了弄和民进党的呢，对不对？
啊，上人接近你那是在做工作呢，两票好好玩呐，一票都过瘾，好、哦、对不对？你都卖给恁阿公了啊？对、欸，啊，咱的作者吼，咱的太太谈小便宜的，好得了，卖给我阿公了啊？对不对？啊，为甚至去开呢？五票，我五票钱好哩，啊，恁两票好我了啊？嘿，无贪心啊！卖讲我五票的好哩吼，你五票拢花，来出代志啊？对不对？我开两票了啊！哎、欸，我估计。即考出两票，即考出三票，即考出一票。我整个我这双股内底吼，我当统计讲哦，每一个票仓内底，哎，这个票仓我当得几票啊？这个估计啊，所以我买拢涨出来。为什么呢？迄阵讲，迄、那个算盘的人即摆来讲啊，讲哎奇怪，人要五万会给一块啊，有无咧替咧辩论吼？所以今仔因咧买票就是安尼，就是讲我五票拢该买，但是呢，恁两票花了啊。安尼卖票的人，也心难安呢，对不对？我里面搞阮先生讲，你这票我投什么人啊？对不对？吼、哦，啊，我两票了，遐囡仔两票回落啊，剩咧我拢投什么人？买票因落合分就对了。就真个说台湾的心哦，是六十几年来生活在政治任意之中啊。普罗地来三国的时阵，当初的心就是讲苏联，因支持叫啥人出来算呢？因阿别人出去投票啊，无过五十，无通过50%不算，国际不承认，到尾很无奈呢，啊无啦啦，恁家己推啊，所以推出来先哦 ，A A 等于80%-90%才出来投票，国际就承认了，所以今咱台湾的先哦，一直咱教育，教育个先哦，啊出去投票，啊为投票有钱啊，啊出来投啊，今咱的10%+尔，人卖出去吼，炸来多大嘛？所以这政治的时间，那政治能力之中的心，火烂60-70年啊！那今仔日我们在这个台湾华里，就是要恁知影整个过去的台湾历史先啦，啊，现在的状况先啦，然后我们未来要怎么样走？所以讲呢，因为今天我们要提早10分钟哦，下课吃饭，今天人太多啊，去排队哦，我看排队，你看嘛，我670啦。600+，我一摆我赶过来先哦，都600+啊，你看卖吼。我当然我们赶到中午上课诶，所以我无提早来吼。我赶来迄、那个，我来开会呢。你看我都600+啊，所以待会我们提早10分钟，我赶来吼，因为时间也不太多了吼。我讲这白日之恋吼，可能是我知影讲迄个，较早我咧坐落个所在。阿加那呢？以国民党伫遮遍布于全台湾，你甲咱出的所在，一个洪山礁来说，这个所在的水流啦，做水流的，全台湾一个坐水流伫阮洪山啦，凤山吼，过了过来军那处啦，军那处叫警备总部军法处，伊下加伊啊，阿个港顶级的。保安处，保安处咧下骹去分组，有杂组，是不是？所以军法处这个所在吼，原来是青岛东路3号啦。今嘛呢，卖人啊叫喜来登饭店啦。啊，这个喜来登饭店我们在那边住过，但是呢，潘雪也是青岛东路3号，哦，这以后卖人啊做了饭店吼。所以你来青岛东路3号，这个喜来登饭店，就是较早阮底下咧审判啊。坐落伫迄搭遐，最人为了掠去枪毙，嗯啊，伫只青岛东路3号即个家，掠去现场枪毙的，就即个所在吼。过来就情报处的东本院士了，即、這个东本关系吼，恁啊台北较知影，叫西林南路遐，伊叫了双子林甲万年大楼，就即嘛一别人去啊，一寡即个物件伊唔敢保存，你知影无？迄、那个所在是非常恐怖的。全台湾的时阵，我看就是这个所在吼，就最恐怖。因为我一提大呀，我可能是地下室哦，我下面还有地下室哦。我那暗时那惨叫啊，一惨叫，你知影无？我是1962年入去的。伫62年佮较早的时阵，有真济人啊，那呢属于中国人，唔是咱台湾人啊。因为咱台湾人迄阵啊吼，刚刚讲一直佮反攻大陆呢，你好。唔知啊，
对公公阿伯啊，什么？反攻大陆和咱无关系啊！啊，大陆反攻大陆，反攻大陆，较无啥突出，就是遐中国人较容易出代志啊。中国人安那呢？英格兰人呢？我的奖金制度都还行，所以我这么讲吼，这个地方啦吼，就是新里兰陆家吼，迄阵啊，无新盘，还可以用什么？用布袋，你知影无？布袋啊。布袋装下了时阵吼，给拔起来了吼，然后呢，掐的掐死一个吼。迄阮的老板长，迄阵阮是阿个弟啊，阮的囡仔呢，阮是十几岁的囡仔。迄老板长吼，甲阮讲啥？讲因为来咧顾了血啊嘛，啊从阮搞烟啊，伊就讲哦，你们现在哦，还什么要出去问话啦？还有什么审判呐？比你们这个早一点的人根本都没有啊！啊，没有是干什么？嘿，我们用麻袋哈，因为人太多啊，装在麻袋里面哈，掐死一个五块钱，嘿，揪谁说逼出来？我掐死一个五块钱，哦，那你讲讲这个时代吗？嘿，老兵哦，千真万确，伊就是敌的所在有执行过诶，所以他切弯工哦，啊，今嘛什么审判呐、啊，那个猛威啦、啊，拢无，都布袋装下了，掐死一个五块。然后丢上那个啥的卡车，再到哪里的淡水河，归了甜甜的呀。那个时代是这样子，那个白色恐怖啊。所以今天各位大兄哦，有机会来读这个华理的时候，我顺便把这个呢，和您了解国民党在这边残杀很多人，冤枉了很多人，所以蒋家呢。蒋家在台湾也无法当大，连到尾一人死人大数，他都无法当大了呀。迄外人的时，你也看蒋家三代同堂都在揪瓦罐，破全世界的金属纪录。你只要回想一下，迄、那个蒋介石跳的时阵，有无？蒋寿美人也滴的，蒋经国跳的时呢，因的苏联部蒋方良也滴的，带迄个三个迄落滴的，搁在啥呢？第三代。第三代您知影吼，第三代落来时呢，有东宫娘娘甲西宫娘娘生啊。迄个东宫的太子生三个太子啦，对不对？第一个张浩文，二十几岁时呢，国际媒体，然后呢变成植物人。因某呢，许乃琴就换官。搁在第二个呢，张浩勇，无啊张浩武，阮那个姓蔡，那个蔡老师啊。对不对？无代无起，结果一直那里新加坡驻新加坡代表，然后被调登来做华视总经理，去啊爱做体检呢，三更半夜时呢，讲尸体变成电啊，啊，就军化部有派人去抬那个江南事件有无？念给无？你美国的江南事件，军化部有伫个会议桌内底。金浩武，这二太子，各对三太子金浩勇，金浩勇因某阿弟也就嘛，迄个蒋方志有无？因老爸叫做方英旭，方英叔啊，他在高速公路的局长，都定了掉了。蒋经国爹，你看一届爷的点上三代，隆重四十几岁，记得五十岁哈，四十岁到五十岁来的，等英年。壮年喽、哦，这第三代哦，结果家龙贤了，龙去瓦工啊。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哈、哦，来讲哈、哦，你不要不相信这个，全世界任何独裁国家啦，专政的国家啦，都不想台湾人这家残杀多少无辜啊！卖讲中国去底下一底下，中共共产党的小把。遐吼，战争中死了多少？这无多人去得了。伊你无必要你死了我活嘛吼。那战争就这样子。但到台湾了以后，你是无当造，台湾这个所长收留你，你食这个米，食这个水，你应该照顾这个所在，但是你的残杀用什么？用一个政策杀人呢、啊？就讲讲别想这样。他用的是要反攻大陆。这个政策下来，没有经过立法院同意啊，上来被反攻大陆，你当然还跟整个的反攻有什么关系啊？
我住在台湾这个所在呢，我西里家、西里家呢，跟大陆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你竟然用个政策来，你也要反攻大陆，说你来这边，你要接受特训，我要派的金门马祖来过完了呢，我们的反攻基地，结果咱大人西里金门马祖的，好像水鬼啊来在，天啊挂耶，又砍头的，咱大人这么无辜啊！逮到你死迄恁的代志啊！含我台湾人有甚物关系？我是住伫台湾这个所在啊！所以他用政策杀人，尤其要反对反攻大陆的，你来解罗，阿么来去枪毙？这个政策杀人的白色诶！我恁看吧，咱一般都唔知呀。你也想迄雷震啊？雷震你知吼？你去看肯定你唔知呀。雷震的下集的反攻无望论。你中国半夜看到的那个下集的反共有的那些文章呢，就抓他关十档啊。好，关在哪里？我给你看一下来啊。这个上的时间也没办法说，有时间我再说哈。我现在看他给你看说管理队了，这管理美国的。好，来管理队了，管理记大家一家仁义礼智信国感讨一下仁义礼智去自建哈，去性感，这性感这五感拢都是国防部军事建议的。啊，这感呢是叫好警备总部哈，洗衫裤，做衫裤。迄阵啊，警备啊，起码恁伫台北你知影吼，秀龙桥卡呀，遐就迄阵来改建呐。所以，我人一部分人哦，救过来遮，啊，外阵人也救过来遮。你看我那时候年轻啊。啊，吼、哦，啊是啊啦，迄、那个洗衫的迄个师傅吼，先哭的啦，因为我那洗衫吼爱叫请外口师傅入来，我讲哎、欸，啊，哭晒你当时的吼，甲翕一呾相来做纪念嘛。哦，伊拢真啊摕相机来，我爬去楼顶啊，我那楼卡爬去楼顶有无吼？总安尼徛伫遮翕过吼，多好，仁义礼智信拢翕着，全世界都甲这张相尔。我都无叫人去吧，对不对？有啥人叫人去这张相？所以咧，陈文成基金会吼，因看这张相的时阵吼，吼吼，就关于讲吼，我会当还提供袂要紧啦。因用英文咧，过到做一本册，伫美国遐有发行，就这张啊，这张因无当吹啊，无第二人会当有机会人去这个相啊，就对啦。吼，拄我迄个第一个机会，第一大下，啊，所以第一感迄个。雷震呢，就是上头前遐，过来呢，可能恁就唔捌听到呀。一个立法委员叫马成峰啦，因为安那伊拢两个月羁押一届，两个月羁押一届吼，无判刑，吼、哦，所以报纸也无报。老蒋跳去了，无偌久卡释放出来，伊拢软禁伫内底。这中国的立法委员呐、啊，为什么一直无代表是立法院吼、哦、提案呐、啊？讲哦，我们要杀陈诚呐，以谢国人呐、啊。但想一个，这一个副总统有无？伫以前个这东南署长官呐、啊，但伊唔知啊，但想和蒋介石个关系是什么？伊唔知啊。要提案呐、啊，当北军是但想领军呢，结果怕败，家己选倒来。要应用三国内底先吼，迄、那个挥泪斩马谡以谢国人呐、啊，有无？迄、那个诸葛亮看袂讲哦，挥泪斩马谡。以谢国人，伊就是用安尼啦，挥泪斩丹青以谢国人，哇！结果斩无成，佫掠个官啊，啊！就是迄个马成峰，佫过来呢，这边接大家，就是迄个啥呢？迄、那个曾家副司令，吼、哦，戴少华，叫我名叫戴淑华，这样。司令是咧蒋纬国，你记得无？这个叫做迄个曾家的事件，就是安尼。伊做副司令的时吼，无大部是正家推伫迄个司令台，伊咧爬去司令台顶管吼，伫演讲咧。迄个要笑话吼，迄个蒋介石吼，要诗书北伐有无？吼啊！伫遐讲到嘴甲转南坡，伊也是安尼啦。唔知伫遐当演讲的时吼，结果一个迄个副道长啊，总管跳出来吼，为个请，伊种伊那种将官了，叫排请哦。像个怎啊堵个安尼啦，安尼，啊无迄阵啊，迄战车又撸出来不得了，
迄报个蒋经国下时哦，迄桥拢个炸掉，拢把它建，你知影无？迄、那個、通往台北市的桥拢要炸掉，你知影？迄阵是相当危险的。为什么卡那时哦？结果伊无判死刑的下来，因为是安那呢？看遐老贼不办的就对啦。何况在对象不是老蒋的，阿不就变变伊啊？哦，伊讲我的时哦，要对抗遐老贼就对啦。啊，所以你也想哦，这个时代有成这种了哈。伊的政策护身，伊若讲政策，你甲开来台北，台北的时哦，有啥物事件，伊都卖讲。政策伫入入这台北来的时哦，伊咧当迄个，你知影无？吼、哦，每一条路，你这个政策拢动掉，其他按总统府，总统来动静个大起吼，迄阵来政策顶吼，拢袂让讲，奇怪，看安尼啊。咱政策如何代表是要创啥？无可能啊！但是呢，最先熟悉政策都是专台北市的时阵哦。如果桥头遐拢有政策，我讲，迄阵啊政变的成功呢，很奇怪哦。但是无台北市了，底下画个嘴甲专南坡，人就请假压的呀。吼、哦，这个副书记啊，管理这个所在啦，管理这个家啦。啊，即马过来哦，过来。您可能就捌啦，婚姻观的馆长苏志芬，因老爸叫做苏东客，就管理家苏东客啦。苏东客您知吼？苏东客先哦，当初的下呢，伊选迄个馆长哦，选无到，啊，即卖因遐后尾吼，有一年海军陆战队，海军陆战队哦，因礼拜吼拢放假。不是讲即马周休二日会当回来，拢早时啊放假，暗时啊吼就收假。啊，无多啊，住去你后背几啊垃圾啊，垃圾就是即马咧讲，讲到国民党啊冲啥，吼弄一挂志同道合，你知影无？啊，讲到加过来十个啊，因讲我海军陆战队用一年做基地吼，起来要革命就对啦。哦，伊讲啊要做什么人做 leader 就逃了，因讲哼。他就董客啊，意思讲苏董客，双个管理靠名叫出来啊，无来去甲讲哦，一个点头呢，系讲袂呢。好，即马耍来讲，伊讲，啊，唔过我伫点靠名，我全国较无名，免啦。伊讲，那要全国靠名，个高玉秋啦，吼，啊，就派人去找高玉秋，不要高玉秋硬点头呢，吼。但是呢，伊条件系讲，你接到电台了时阵吼。伊啊，电台出来话，出来讲啊。所以当年呢，伊的身份有迄个道理了。迄、那个菲律宾吼，菲律宾马克思的迄个心，伊政策甲迄个伫咧总统外口，到尾啊，百万人出来就是，迄、那个啥呢？天主教迄个教主，迄电台话，因为因咧天主教国家嘛，迄、那个暴徒上吼，大部分拢是天主教的。啊，但是呢。那迄个南部迄边啊，闽南佬迄边的吼，大部分拢回教，啊，所以这个所在吼，因南甲北这边因讲的语言，除了英语以外，一个我讲啦呢，讲达加罗话无讲。南部迄边呢，因除了话讲英语话，一个讲着比赛啊，啊无讲。啊，所以迄个啥，大部分的北路上，因的总统伫迄边马里来边呀。即、这个全部搞到个了，去华新吼，一点点老百姓拢出来就对了，哦，叫做人民革命啦。所以一出来讲吼，各位就讲老电台是要出来，即、这个类似这种，吼、哦，类似这种叫意见领袖吼，来出来话。啊，所以苏隆开始搞不人家人抓起来，他们拢坐伫内底，哦，坐伫内底吼，因为时间关系，我拢详细讲吼。就苏隆客家，苏隆客管理这个所在，所以家呢，就是曾经为着台湾，就是讲国民党是招罗建管家的人来解罗的，阿为枪毙的，吼、哦！我今麦个回老哥来讲去了，就阮去美国，我出来了去美国抗议啊，抗争的啦，哦，这个是我有无吼？哦，啊，阮去美国抗争哦，今麦想想，看遐戆呢。开下讲，去美国看就话起咧，我哥派我代表我叫侬一个走队呢，走去中国的大使馆呐。
好、哦，啊要甲中国抗议啦！啊，即马想啊，开讲咧，中国和咱什么关系咧？看伊要抗议啥个咧？啊，我真咧无知，还真咧唔知呀，对不对？哦，就是呢。哦，这张你唔知啊，你无看到啊？这张啊，这张是吼，刚我战争了的时阵吼，迄、那个清朝伊安那把迄个台湾片哦挂好大日本帝国皇帝的时阵呢。有伫台北，吼、哦，就是迄落因遐个人呢不服，要做一个呐台湾民主国，台湾民主国，伫亚洲第一个成立台湾民主国的，就是咱台湾。但是几日啊呢？几日想咩啊？走路啊？你知无？哦，几日想咩？啊，做这个机啊吼，这个五号机就对了吼，南帝黄埔，这个机爱心吼，和中国有关系，因。就是大清帝国的人嘛，所以因就龙兄虎弟啊，好不好？因也是含中国清朝称兄道弟啊。但自己啊，到底即摆造对啊吼，唔知影咧。伫我阵啊，几十当前咧坐落时阵吼，有听来滴，就李万金孙啊，伊红安弟来滴吼，有咧讲，该最吉啊是喏，该人因咧接啊李万金啊，但系拢王兴义啊，这吉啊唔知造对啊。这个旗啊，哦，我恁看一下，台湾第一个民主国的国旗，啊，昙花一现呐、啊，哎，趣味哦，有够趣味的对啦，哦，哦，这是1894了哈，哦，就是唐景崇啊，唐景崇有无哈、哦？台湾民主共和国用南帝迄落黄埔旗哈，哦，我即马谈到这来，只好恁看，来。跟你說這有沒有我台這我那裡就說人義立地行有沒有五感、哦、人所在的瑞進啊再來那個馬先鋒、哦、再來是那個副司令再來蘇東克啊再來就是奧達古西就是我呵呵在那個所在的、哦、也就來好現在再來呢就是那個绿岛新生训导处，国防部里头干部讲吼，这个所在恁无机会通好去啊，真正无机会了吼、哦。但是呢，借助我们过去的经验，做一个了解也使。因为这个所在里头呀吼，分三种，一种是司法部的迄、那个干部，一种是检备总部的，就是官分的，其实呢，国防部的就是关总管的。我的高高的围墙就对了，吼、哦，即马该做啥呢？迄个人权园区啦，过老一点都是参观了，我的名还搁底下，会当看到我的名吼。啊，相片是少年的，唔是即马安尼吼。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吼、哦。有做者咱的东西来呢，上课了，人家讲，我哎，蔡老师，我有看到你，你看到当然看到我。伊讲唔是啦，你绿岛啦，哦，完了他去。绿岛佚佗的时吼，因会介绍，就是阮较早大个别庄就对啦，个绿洲山庄啊吼，您可以进去参观啦吼，啊你参观阮的迄个一寡要底下吼，您可以去看一看吼。新店坑绿岛训导处，吼，有无？即马改做绿岛山庄有无？吼，改做绿岛山庄吼，所以各位在一当吼，这是我们第二故乡啦。哦，啊，我出来了啊，回故乡哦，去看一看呐、啊。老师跟我讲回故乡，但是要台北的时候，摸起团队哦，那时候每一年拢有举办下呢，叫做体验营啊。体验营网络就出名哦，你也没收五十个哦，嚯、哦，拢几啊百个报名啦，拢遐大学生啦，啊无研究所的啦，就是绿岛体验营啦。听有东说你是安那解落的，底安那乖啦吼。因虽然三日两年吼，因那趣味趣味呢，那入去房间内底关一下，什么滋味就对啦。我睇底下一个，哈哈哈哈哈哈。哎，那个体验营哦，啊，也要求我去迄个做说明的对啦，做说明啊。所以那时候每年的夏天的时候，我要到绿岛吼，要去一趟安尼啦，每一趟哦，不够趣味吼，啊。跟他讲吼，好，这个景美看守今晚吼，
就盖了人权园区。所以你那伫台北哦，可以有偏南遐是呢，为新店建立一个鬼吼，你可以到这个人权园去看。就当初的新吼，阮伫大遐，伫遐判刑，尤其我第二次的时候，第二届，你靠他们第一届跟第二届吼，第一次我他们施明德，吼，我就对讲台湾，吼。是，但成功迄阵啊，因拢讲主权独立国家，咱台湾的追求吼爱独立嘛，无而且国民党这外来监管吼，甲咱通敌，所以那时候一判呢就判十二年。那十二年我听讲成绩未歹吼，其实是有一段共产会流眼泪的，因为我从高年瓜还有两年多要出来，搁剩两年瓜，所以你话就是伫这个景美看守所，这今嘛人权园区呀。也关系呢，刚好呢，我们的彭教授彭明敏呢，彭明敏的心哈，一个用人哦，因爸爸是这个医生哦，二八事件的心哦，我们高雄五个代表之一啊，对因爸爸啊代表之一啊，去谈判呢，去的首山电管的心哈，警备总部保安处要谈判呢，这个人讲啊，不杀来使，来使来谈判呢。啊，大赛不能杀，这个看寡败，看安那立了比赛台，但是呢，他就真的我都杀了你的来使，所以我的代表呢都被干掉哦，你知道不？而且我们高雄现在古威市政府的爱河边呀，那时候真的血流成河。有机会你来高雄新哦，我现在改做历史博物馆，哦，对，二八新哦，台北市。2月27号晚上发生了，但是2月28早上的时阵吼，人拢聚集在一起，啊，很奇怪，为什么？为什么的对啦吼？迄阵也无行动电话，无什么话，也无传讯的什么工具，吼，为北部、中部、南部都来，到我们高雄呢，五天的时间，我们高雄的3月5号这个消息传到阮高雄都来，你也看。为什么那么迅速？标示228这个事件的国民党来台湾的时候哈，这不是个案呀，变成通案。所以专台湾的时候哈，引起迄个是较成个退休高了，为北部的修学了南部学个专台湾，这不是单独事件。对英格莱辛呢，因1945年格莱辛哦，用胜利者姿态格了一战不？其实他是一个战败国。还是捡到美国火烧炉啊！英格兰有些疾病，因阮爸爸有一个用码头给接啊。阮细汉的时哦，听伊和阮阿妈在对话、对话就对了。吼、哦，阮阿妈会去问讲阮爸爸，啊，你码头看得安怎？阮爸爸改应讲，哎呦，迄阵个乞食兵啊！吼、哦，为什么乞食兵啊？伊讲哪呢？迄、那个顶社会派来哦。请超爷为避裤卡，无啊是为有无啊为无啊歪七扯高的衫裤无整齐，马紧个廿两支枪哦，一支啥嘞79步枪，你小怕用，一支啥嘞假烟啊，那水烟啊有无？迄、那个水烟枪啊，讲拢炸两支枪安尼，爱假烟啊，变些变来变作贱的对啦，伊讲即个人成个乞食兵，又回头我老爸有看到一本兵啊。包括我啊，看了一本兵，迄阵细汉，伫阮三民国小，伊要遣送回去啊，大家拢作整齐，仪容什么回事哦？配一切金尖尖，奇怪，战败国卡安尼啊！原来我在回想，我听了讲啊，两师的远东军、关东军啊，精锐部队拢无拍到。吼、哦，我即嘛，当我参加台民政府了吼，他说啊，迄两师的、就是。关东军就是吼，日本最精英的买啊，日本车兵买啊，美国车兵的啦，结果无用到，所以他要遣送回去。嚯，人诶，战败国的心哦，你看军容真正互你肃然起敬啦。阮做囡仔是家己大汉哦，也阁毋知讲迄两输就是吼，无按美国拍到这两输啦。但相较比下，迄所有个战领诶，迄成个乞食兵诶，啊，顶社会派来讲啊，迄落船落阮高雄码头。因为河南大人电力较低，人个学长电力做歹印象，来一个来先哦，迄层迄个
迄刘姥姥吼，真个大官员小强，看台湾的进步安尼形容，好抢啦、强啦、干啦、杀啦，因人讲伊是战利品，你知道胜利者姿态过来。嘿，我大汉的时阵吼，慢慢用我阿哥来讲哦，三阿哥，阿哥佫听我阿妈来讲，伊讲吼，恁阿哥，迄阵也要出年吼，我拢叫王连啦。诶，迄阵唔知叫王连啥秘书啊？王连就是闽州，佮我王生弟弟，你知无？诶，你出年吼，结果刚刚大汉阮三阿哥吼来讲，讲好在我这。好好好好好好阿嬷好好好好阿嬷叫我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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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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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作者唔知啊，要出去装水水，拢在臭埔啊卡，臭埔啊卡对不对？拢用强暴，我们创啥会？迄个时阵是安尼呢，所以伫慢慢大汉的时候，听我阿妈咧讲，听我阿哥咧讲是，吼、哦，原来阿哥保持作完人，感谢阿妈就是安尼啊，吼、哦，迄五年基本上在艺术，我讲五神弟弟了，对啦，吼、哦，二八事变了，第二八时阵，老实讲，对咱台南啊。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台的作者无辜的，到这阵虽然有基金要补偿呢，我今天唔敢出来念，迄、那个恐惧的心态，你看嘛，讲，到今我唔敢出来念。二爸的家属，所以咱来想着讲哦，迄、那个家庭受的惨灭去了。我讲讲的这些哦，有一个有一届我参加，因为我是受难者，也是。白色恐怖，参加二八吼，有一个代表因妈妈出来讲话，就是因爸爸用枪毙。我讲这段心哦，你们好好的听，静静的听吼。你这个以代表因妈妈出来地址，伊讲因爸爸习惯来这个老师，突然间有一个中国兵啊来。把爸爸为全人拢抓出去，隔几天的时候，无什么踪影。到尾探听咧，因爸爸用枪毙。因妈妈的时候，迄阵细囡啊，上细汉的三岁，一个左囡啊，吼，拢总细囡啊。因老母讲咧，就是为了生活，去共洗衫病。但有一天呢。因妈妈突然间想啊，伊讲，因爸爸是一个真善良咧教书的老师娘娘，都安尼无缘无故拖去枪毙，啊，所以因妈妈咧想讲，啊，我这四个囡仔，要下当当时枪啊大汉，啊，那律师这枪啊大汉，搁抓去枪毙，安尼伊枪决都无路用啊，时代个变个安尼啦，所以呢。有一天，因妈妈传四个兄弟姊妹去海边要投海自杀，要自杀啦。结果行去海边是因头唔知，迄阵拢囡仔唔知啊。但是呢，因为三岁妹妹吼，所以无代表捡只芝麻囝，欢喜个，伊唔知讲妈妈要传死啊，讲也唔知，捡只芝麻囝，结果因家老母吼。为啥呢？偷手巾啊！伊讲，讲妈妈伊个手巾啊，何伊要创？伊讲你要创啥？讲啊，我都有捡到只芝麻囝吼，我手巾啊要包顿来。啊，包顿来哪？啊，你包哪？我包顿来饲哦。芝麻囝我饲好大只。啊，即嘛大只了时喏，伊个生芝麻囝。俺芝麻囝够大只了，够生芝麻囝。讲到这时阵咯，他妈妈一时咧受了这三位爷来感动，伊讲这个三位爷咧在他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价值，他知道从小的把他养到大，大了如何再生小的，然后今天竟然要带这唔捌涉事的囡仔
要来投海自杀。刹那间呢，火烈杀回赵家信哦，一股那种感动，改变他的对生命的价值观念。所以迄阵来下决心讲好，我个做牛做马心哦，要把这血烟啊，要个敲断。所以这就把他带回去了，含辛茹苦，非常辛苦，把这血烟啊弄敲断。所以呢，大兄代表他妈妈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老实讲，我在台下，我也是受难者之一了。我也是眼眶而出，当的是没有碰到也生死关的时候，一个观念一刹那之的改变，而竟然处理这个三回找我赢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事业，今天就不存在。二八的事件有太多感人的故事，但是呢，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哈，所以。我在五六分钟的时间呢，好，到底眼泪擦干也要继续奋斗。老实讲，我讲到这个自己都会掉眼泪，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太感人了。我觉得三位因爱心哦，这个观念也让公出来的，去的时间内底哦，顿悟出。生命的价值性非常不简单哦。好，我今天讲白色之恋的心呢，国民党一直在台湾起先二八台里很多的精英，接着一个白色恐怖的心呢，火林吉达吉爱心哦，唔敢对政府有任何的怀疑。我叫你反攻大陆，你就要反攻大陆，你不能任何的怀疑。跟你大湾南部关联，你都不能说。其实是反攻大陆跟我们台湾连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咱心里这个反攻大陆这个政策，这个白色的白色的政策之下的时阵吼，我们牺牲了太多人，所以在那控美国的时阵哦，有可能以后有一个民事的赔偿，我想这以后的事情。哦，但是大家拭目以待。台面政府的时阵，就是要来呢，要把台湾这个历史地位重新定位，把台湾这段历史的些呢真相，火咱一代人爱知呀。他现在刻纲微调，因为惊老了来，把这个要调掉，这是微调的，那个大调人的微调，竟然。洪秀柱公开调的不够啊！你气死人啊！你把那个什么呢？把那个白色恐怖那毁掉耶，对不对？保关家的二八就被毁掉耶，把花女家呢，他的见不得人呢，历史走过的这痕迹，哦，没给保安那七九掉耶，你咋都没毛布没有掉？然后在过年的时候，太阳花大星。今年的是五亚，咱的可爱新生代，嘿，高中生，这些高中生的是我们以后台湾人的时阵吼，咱的后一代啊，无人去改讲，无人去教他，自然呢，因为科技的发达，你网络来在看，他们这个比较，本来的学呢，为啥你被改掉的？无觉得大人去改讲哦，你们要走上街头，你们要抗议，无呢？这囡仔自动自发。所以我们有可爱的一代啊！去年是三一八加太阳花，加烟啊。虽然它的踩到怎么样，因为滑，挨了地雷线呢，得踩到红线呢。但有当那许工加台湾加烟啊，为什么去甘愿甘冒踩红线，别出来捉动那个胡帽？因假扮凶人吗？然后呢，这高中生的心，你怎样串联起来？加以街头控制，这个微调，就是微调这样心呐，别感染脑筋的大洗脑，因不因准，所以科海这部音呐，有时候回想起来哈，真的我们台湾还有救，而且因为我们台民主的成立，所以把马来西亚美国要按照
按照啥呢？按照咱本土台湾人的诉求，美国政府内底伊个高等法院内底，就是行政单位时阵吼，一定安那呢，爱依照我们原告的、就是咱原来即个诉求，这诉求慢慢一行一行要达成。所以各位亲哦，今天有机会来接受台湾华理这些亲哦，老实讲，台湾还没跟你们一样呢。台湾的心，那有可能讲，坐咧教室内底听新闻讲，就可以大反转。那有可能全世界这个革命，那有遐简单的代志，免抛头颅洒热血，免呢。而且讲的时候要快乐的革命，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但当进一步了解了心哦，没有错。台湾这条路要行，要方向安尼行。就是我有这个华理，你哪个没用选举改变不可能的代志？为什么？一定唔知呀。无啊，大头家什么人是美国？以前《中南合约》只三条内底主要占领国，根据合约内底有绝对的支配权、分配权，因为决定咱台湾的命运。所以大家搞不清楚，选举的时阵，一点点洪秀柱黑哦，黑咁多都。咱讲啦，无可能会选啦。那如果会选哦，100%落选嘛。这一点你把那呢，迄个中国人心态变出来啊。代表马英九讲出来，马英九唔敢讲，吞吞吐吐啊。伊咧直接咧讲出来，迄中国人的心态，你知影无？伊个中国人，我哪有可能和你到哪里管我？我袂哪要往中国人咧管，所以我慢慢咧个移归平移。用唔敢用武力个，用什么？用这种的心咯，好你啊看袂慢慢移转过，因为时间的无多，我不要讲一个话，因安怎甲咱签咧？你知影无？现在真正通过有法院，即马还没有法院，无法院就对了。马上就有行政命令，一直咧叫咱台湾一波一波出别咱台湾啦。如果若法院的时阵哦，那还啊，咱今日台民主党挡袂掉，拢比攻击百姓哦，咱摊住一大堆啊，你知道？很可怕，那 echo 发来的胡帽啊，黑几版呢？咱中小企业死鬼片呢？尤其服务业来的，因出门价，我简单讲了，洗头毛了啦，美容美发那几摆啦，抢咱的生意啊，咱的鬼片拢对哦。第一下小姐过来，睡个少年，大家不要走，你一百我50了，打了公道。所以你都唔知你嘅关系，我即个单单是讲又无时间咯。迄一人像我讲吼，农业死鬼片，工人你有哪搞都无工人好做，因出外干过来啊。而且因两个用一个真苦诶，用介绍可以移民的哟，会当移民咯。就是安那，你投资偌济啊？一个20万美金，就750万的代票者啊，750万会当七个人，公司来七个人，这七个人因过来的时阵哦。如果因家族啦，我750万移民过来，啊，我公司过来开公司啊，对不对？我老爸当处长啊，我某总经理啊，我后生科长啊，都会归口罩，拢有名分拢过来。如果唔是用这个移民过来，我告诉你换血，我会。啊，那我啊，就是我公司七人过来，然后嫁台湾这大家，来来来，我嫁到你去嘞。今嘛我母公司。你对着啦，你耕地也好啦，啊，你讲河南也好啦，迄带啊吼，恁过迄边遐，过阮迄个公司的，啊，无你都卖大，啊，你买落生活，你大你过遐，啊，即嘛遐来个过啊，迄边个人个过过来，啊，再个过来拢交流啊，你交流你知影无？所以无怪啥呢，无怪中部有一个政治灰心啊，伊讲胡茂赶快通啊，一通的话，我们这边可以过去啊，那边可以过来啊。那我们过去那边过来来来去去，不就是统一了吗？我那边讲笑话呢嘛。所以各位大家，迄来的阴谋，有一个陷阱伫个。啊，即阵民进党只大人，干呐个想讲要政权，政权能改变台湾吗？无可能嘛。我以前台湾的时候，按照台湾民主的法律，我隔壁国，美国你只要占领国，当初中华民国是你委托来的，我就要本土来割啊。你拍摄委托爱离开台湾，别那离开是你的代志，不是咱台湾人的代志，是你美国的代志，由你委托伊的，你有权甲收倒转来。
所以以后呢，是美国改赶走，伊把政权给了倒来，然后呢，交过来给本土的台湾人。所以底下那呢，为人的政治，顶礼拜有一个初级班呢，个人对这个有疑问，吼、哦，我需要听，啊，今天无看到，啊，无呢，我会跟他私底下沟通，为什么目前就是入蜀美战？法理上为什么较难呢？有很多的疑问的人在，我讲，嗯，啊，我不要做美国人啊，我讲，啊，我老不要做日本人，奇怪。那老三人叫你讲入蜀美战，你来做什么人？你那是台湾人，来台湾人是咱的地位变怎样？就靠我们台民政府。因为七月这个中间啊，七月后个月，七月是后礼拜先哦，中华民国派两个律师，啊，美国啊派国务院律师，然后去法庭，内底的双方辩论，慢慢的下个礼拜以后就得出来，然后叫美国话你安那判？这个判的是人讲迄骆驼作用的，对不对？来最后一根稻草会把它压倒啊！咱最后这个各界的心哦，就是咱的国籍无经过咱的同意，不合法，这呢过来了就是压垮中华民国的台湾这条那根稻草了。好、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继续讲。好，来，多谢各位。